主料桃胶皂角米十二一个辅料冰糖准备原材料原材料泡发桃胶泡了一天的效果皂角米泡了一天的效果水饵泡三小时剪成小块下锅大火煮开转文火大约40分钟后水饵煮软下桃胶和皂角米一同煮小适量冰糖再文火煮15分钟清甜软糯的糖水就好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